或许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可以了，我没有问题，你不需要说那么多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谦卑，认识自己的软弱有限，甚至知道自己的无知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地说，神啊，我就是需要你教我，让我明白。虽然请你们坚强地原谅我的疏忽是很浪漫，但是家人的痛苦是没办法抹灭。圣愿在我们当中没有出现这样的事，因为我们都能够判断得准确。有为爱我的天父，他永远不放弃我，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，我深知他不念着我，我知他不念着我。这是你的天父吗？今天问旁边的人说，你知他顾念你吗？还是你觉得放我自己来好了，不要再啰嗦了？
谢谢你，你愿成为我的天父。谢谢你的爱，我何等需要你。谢谢你，你顾念着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你会规定的那么的细，把一些看来很简单的事要讲得这么复杂，讲得这么繁琐，因为你顾念我。谢谢你，我知你顾念着我。待在一起，在主的面前对主说，也彼此祷告说，主吸引我们贴近你的心，拥抱你在你的怀里，让我们体会你的爱，让我们的儿女都可以很有把握地说，你顾念着我。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是充满爱，把所有的吩咐都出于他的爱，出于对我们的软弱的了解体恤。有位爱我的天父，他永远不忘
当中的孩子来祷告，也为我们的儿女这些日子，我们有10-20位孩子在各地读书，他们大半时间不在我们中间，他们是我们的孩子，我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。有一些是在就业，神愿他们能够与我们一样蒙天父吸引，贴近他的心，